选红色电话亭里的孩子，那我就选黄色电话亭里的孩子。好吧，那我就要绿色电话亭里的孩子吧。孩子们，出来吧。妈妈妈妈，兄妹，我不是你的妈妈了，从此以后艾莎就是你的妈妈了。我可太高兴了，大宝实在太调皮了。那你是不知道白雪有多爱哭。兄妹，走，我们回家了。走了，孩子们，我们回家。白雪，来，这是妈妈给你买的新衣服。妈妈，这个裙子一点都不好看。我不要。白雪，快来吃饭来。什么呀，这些食物都不喜欢吃。我不吃。那妈妈给你买了蛋糕，你要吃吗？不要不要，我不要。白雪怎么这么爱哭啊？还是我的大宝好。大宝，你怎么又淘气了？你看家里玩具到处都是，怎么能这么乱的？妈妈对不起吧，原谅我吧。来，我给你捏一捏捶捶腿。妈妈，你就不要再生气了吧。大宝虽然淘气，但是不哭不闹啊，好想我的大宝啊。好玩好玩。大宝，你怎么搞的？家里怎么这么乱啊？妈妈，你不要生气嘛，收拾收拾就好了。你以为打扫一次很容易吗？妈妈，我给你倒水去，你快收拾吧。大宝，你怎么还嬉皮笑脸的？我好想念熊妹啊，要是熊妹在该多好啊。妈妈，今天我在学校表现很好，老师奖励了我一杯奶茶，给你喝。我们熊妹真乖，拿到奖励还想着妈妈，妈妈很喜欢。熊妹虽然有点皮，但是她多体贴啊，要是她在就好了。啊塞，这就是新家了吗？喜欢喜欢。熊妹，你快下来呀。啊塞，可别人家脾气了，我丢。先成祸了！天哪，小妹，立刻给我老老实实坐好。要是白雪在就好了。吴婆婆，吴婆婆，我们要换回自己的孩子。我们知道错了。哎，你们之前总是抓着孩子们的缺点不放，你们还是自己问问孩子们愿不愿意跟你们回去吧。白雪，对不起，你是妈妈最好的孩子，妈妈真的好想你呀。是啊，大宝，回到妈妈身边吧，妈妈真的不能没有你。兄妹，妈妈真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，你能原谅妈妈吗？妈妈，妈妈，我们也很想你。我们原谅你，妈妈，快带我们回家吧。兄妹，兄妹，你别走。妈妈知道错了。妈妈，妈妈，你快醒醒，你怎么了？原来是梦啊，没事没事，还好你在。甜甜甜的小伙伴们，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关注我们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